小朋友，我們現在就要認識和運用把在字句上面了。那我們第一部分會講強調的。剛剛我就為陳龍馬解答了反義詞的問題啦，那我也要教訓一下他先。我就發了一個短信給陳龍馬，就這樣的。你知道你那樣捣蛋把老師氣怒了嗎？為什麼你這句說話說得這麼特別的？有什麼那麼特別呢？媽媽經常都這樣說，你氣死我了。原來你在家裡面都是一個捣蛋小子來的喔。為什麼你不說氣怒了老師的？其實這兩句說話的意思是相同的。既然是這樣，為什麼你要說把老師氣怒了呢？這個呢就是把字句的運用。什麼是把字句啊？最大的特點呢就是字句裡面有把字啦。那為什麼媽媽不說你把我氣死了？其實呢，你媽媽是可以這樣說的。那為什麼她不這樣說啊？那我們來講回這一句先啦。你把老師氣怒了。咁同呢一句有咩分別啊？你氣怒了老師，呢兩句呢都係陳述句嚟嘅。咩係陳述句啊？陳述句呢就即係話說出事實嘅。咁即係話兩句都係講咗我氣怒了老師呢一個事實，係啦，呢一個就係事實啦。但係點解一句裡面有把，另一句就冇呢？有把字嗰句就有強調嘅意思啦。強調啲咩啊？強調你的不對啊。那么你氣怒了老師這一句呢？這一句呢只是平淡地告訴你這個事實而已。哦，我明白媽媽為什麼不說你把我氣死了。你說一下為什麼？她是不想太責備我。對了，你要明白媽媽的心意，就不要把她氣死了啦。小朋友，我們來做一做練習了。下面的陳述句的含義有什麼不同呢？第一句是媽媽抱起可憐的小貓，第二句是媽媽把可憐的小貓抱起，第三句是郵差送信來了，第四句是郵差把信送來了，第五句是一陣狂風吹散天空的烏雲，第六句是一陣狂風把天空的烏雲吹散。咁我俾十秒時間大家諗下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時間夠咯喎，我要公布答案啦。答案就係第一、第三同埋第五句咧，都只不過係平淡咁說出嗰個事實。第二句咧就強調咗
抱起小貓的是媽媽，不是其他人。第四句呢，強調的是將信送來的人是郵差，不是其他人。而第六句呢，就強調了將天空烏雲吹散的呢，是一陣狂風，而不是其他原因。